Vegetable. Good boy. Charlotte, no fingers. More. What? Eat. You always eat the least. 公视神爱晚餐每集带你拜访一个家庭，并邀请他们的梦幻嘉宾上门做客。今天要拜访的家庭是住在云林土库站的五口之家。爸爸来自英国，这家人的生活是需要很多磨合，还是能发展出很特别的默契呢？Olivia 是这个家的小姐姐，她会帮妈妈照顾弟弟妹妹。Eddie 跟 Shella 是一软双胞胎兄妹。Olivia 还会帮爸爸监督妈妈。谁来晚餐的每一集都会邀请一位梦幻嘉宾莅临。Olivia 想邀请的是 Jolene 跟 Blackpink。Nikki 是这个家庭的妈妈，她是老公 Andrew 的帮手，也是一位英文老师。她经常帮老公扛起经济重担。之前遇到疫情，大家不敢出去买鱼，然后你要运送鱼也变得很困难。所以疫情停摆，没有卖鱼，工作也停摆，没有上课，所以前面三个月超级难过的。不知道 Nikki 的梦幻名单会有谁呢？我想要邀请蔡阿嘎、台志源台哥、毕书尽。我爸爸每次看手机都这样。Andrew 是这个家庭的爸爸，为了一圆锦鲤之梦，从英国跨海来台。金雅的。他麦那么大，我把他长大了。猜猜看，这位英国爸爸会想邀请谁呢？第一个是郭台铭，第二个是馆长，第三个是一个日本浴场的老板 Sakuma San。一个排骨，好。这个家庭还有两个重要的家人 ，Nikki 的姐姐跟姐夫。他都煮给我吃，我都煮给我老公吃，好可怜。姐姐和姐夫想要邀请的来宾是。吴宗宪、曾国城、许孝顺。今天的神秘嘉宾究竟是谁呢？在他上门前，我们先来听听这家人的故事吧。圣诞节还有一个月，妈妈 Nikki 跟孩子们迫不及待地准备过节了。双胞胎的哥哥妹妹把客厅弄得一团乱。爷爷，哎 ，Do you want time out? Stand there now. Stand there now. Stop crying. Don't move. You're okay. Look at the fridge.Stop crying. One, two, three. Right, go to the bedroom. Go. Don't come out. If you're eating, you sit down. 有点小感冒的 Andrew 昨晚没睡好，小磊被他罚站，轰进房间。爸爸 Andrew 不但没有准备过节的心情，还像一颗未爆弹。You're the one that leaves it all out. Look. What do you expect them to do? Just look at it and think, ah,、哦、如果你有感觉，你会自己处理啊。一早就吃了炸药。Andrew 不满 Nikki 对孩子的放任，他也不是无端的处罚 Charlotte。早上我都听到他就是很对人很凶，
就是一直架哭，老婆都没有处理。他像东西都是他的，他可以先玩的，要叫他不可以，谁先拿的可以玩，他都不听。妈妈就是没关系，不用管他。No no, bring it back. Put it back. I know you're going to take it to Charlotte, but Charlotte needs to learn. 爸爸 Andrew 要 Charlotte 好好反省，小孩在想什么，其实躲不过他的眼睛。你看，我没有叫他做，因为他看到我生气，所以他知道我现在在生气，他会自己做东西。但姐姐 Olivia 是真的关心 Charlotte， 她进到房间陪着妹妹逗她开心。没多久，妹妹出来了。Charlotte, come here. Why was Daddy angry? Don't cry, don't cry. Why was Daddy angry? Don't cry. Don't cry. Olivia 是弟弟妹妹从小依赖的小姐姐。Eddie 连生理时钟都知道要配合姐姐哦。Olivia 正在帮 Eddie 洗屁股，顽皮的 Eddie 趁机跟姐姐玩了起来。这样子对女生很恶心吗？我六七八岁开始帮我弟弟洗屁屁，他通常大便的时间都是在我妈妈上课的时间，所以呢，通常他都会来我在的地方来叫我帮他洗。Olivia 是弟弟妹妹心目中可靠的姐姐，她也很懂得怎么对应他们。Charlotte 又在哭了。撞大东西。What did you hit? What? 他有什么危险？很好奇，才八岁大的 Olivia 为什么会这么懂事呢？礼拜六或礼拜日，他有很多课，所以我觉得很辛苦。他有时候会说很累。原来妈妈的辛苦 Olivia 都看在眼里，所以她自动补位当起小妈妈了。但是这位小少女，她偶尔也会有独处的念头哦。但是我爸妈每次说他们够大了，他们可以睡下面。我也觉得啦，因为我想要试试看自己一个人睡觉看是怎么样。所以呢，我就想说，哎呀，我一开始为什么要教他们爬上来？除了帮忙妈妈 ，Olivia 也会当起爸爸的监视器。妈咪上网会买什么东西？柜子，这个大时钟，还有呢？手机壳。啊哈，还有呢？室内拖。最多是他的那个发圈，全部都发箍。凌晨都是在床上看手机，就是 FB 在直播，加一加一。哎，我会看到，我会进去，就是问号问号问号。表示这一标没有人喜欢哦。当妈妈之前买的更夸张，那我觉得只是我剩下的一点点快乐，我希望就是还能保存这一点点快乐，所以网购让我觉得很舒压。我可以跟银行借钱，压力不会那么大，可是家人帮我们。这个压力大。之前疫情期间没有收入，需要开口借钱那一刻大崩溃大哭。合作无间的 Andrew 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下一段马上回来。今天谁来晚餐拜访的是住在云林养锦鲤的家庭，
一早 ，Nikki 跟孩子们要前往老公 Andrew 的渔场，这是 Andrew 家常有的周末活动。Olivia 今天 Roland 叔叔的小朋友也会来。渔场今天似乎会很热闹，这一路上妈妈很放心的开车，因为她知道 Olivia 会照顾好弟弟妹妹。我自己住。Andrew 的渔场在云林麦寮郊区，车子开进田园小道，渔场就快到了。Andrew 知道 Nikki 需要帮忙，他跳上驾驶座。停车技术真的很差，很可怕。我去哪里停车都有人看不下去，路人帮我停。从 Andrew 帮老婆停车的动作看得出两人之间默契十足。今天 Andrew 要替渔场的锦鲤除虫，来帮忙的这些朋友都是 Andrew 在脸书上认识的锦鲤爱好家。今天朋友够了，所以比较好做了。宜兰朋友，新竹朋友。Olivia 再度展现她作为小姐姐的风范，她陪着爸爸朋友的小女儿在鱼池边捞小虾玩耍。我还是当粉，我还是当粉。耶耶，找到了一只。发展锦鲤事业是 Andrew 的梦想，这位典型的摩羯男做起事来不怕挑战。刚来的时候是一个土塘而已，我们只是慢慢编四个土塘。当初 Andrew 要找鱼池的时候，我先上网帮他找，因为 我其实也不知道去哪里找鱼温嘛。之后发现这边有一块鱼温在卖，因为 Andrew 太多的想法，所以我们不能用租的，一定要用买的。鱼池的作业从修整、喂养、繁殖到寻找锦鲤品种，都是 Andrew 一手包办。这份工作的辛苦，老婆 Nikki 都看在眼里。收成的时候其实很累，因为它下面的土是软的，所以每一步都很重很辛苦。他平常做事情就会比较要求速度，但这个没办法快，除了不好走，他还要确认鱼都有网道。 Andrew 从小就很喜欢养鱼，原本在英国的日系车厂从事生产线的品管作业，他在28岁那一年豪赌自己的人生来到台湾。我那时候在 Toyota 工作，算好的工作。我来台湾，因为我之前在英国也是养鲤鱼，我有进口台湾的鱼，所以我有来过三次跟他们买鱼。后来那个老板就是说，你要不要过来台湾学习渔场怎么做啊？我大概一两天而已，就是想好了。所以我去贩子特子去卖掉，就是准备开始搬来台湾了。Andrew 来台湾那一年，全球经济都受到雷曼兄弟垮台的影响， Andrew 也间接受到波及，因为邀请他来台湾学养鱼的老板发生了变故。我还没离开英国的时候，他有跟我讲啊，他说 我没办法真的给你薪水啊，我就说没关系啊，贩子卖掉了，特子卖掉了，我都准备好了，在渔场再两年啊，我的钱就是慢慢没了。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Andrew 为了一圆锦鲤之梦，远自英国而来的故事吸引了媒体报道，让 Nikki 因此认识了 Andrew。 就是很多人加我的 FB 跟我联络，就是 Nikki 也是加我的 FB。Andrew 也以鱼会友，交上了好几位喜爱锦鲤的朋友。今天就是来看看嘛，就 Andrew 说这边池养，我就来看一下这样子。当然就是找一些自己喜欢的鱼嘛。这个可以去比赛，这个要跟那个黑色出来，以后会变漂亮。今天的工作除了替锦鲤除虫，顺便还要挑出几条漂亮的锦鲤，PO上网吸引买家。正当大家高高兴兴欣赏锦鲤的美丽， Andrew 却对前来的 Nikki 大飙怒。我要做什么？你要海鱼啊。懒惰了，它都在火柜里面吹冷气。
戒指里应该是有。我刚才看到好像有捞一些起来，啊，有丢一些。其实 Nikki 刚刚正在处理客人的来电。戒指里其实品质都还不错。Nikki 没有为自己多做解释，面对 Andrew 的怒火，他很懂得应对之道。他跟我姐姐一样，都是摩羯座的，所以我这辈子就被摩羯座缠住了，然后就一个在这边叭叭叭，一个在这边叭叭叭叭，双面夹攻，所以我修养非常好。Andrew 个性务实，做事一板一眼，讲求效率。渔场经营需要资金，而资金的借贷让他背负了很深的人情债。我可以跟银行借钱，我 OK， 压力不会那么大，是 家人帮我们借钱，这个哇压力大了。不能贷款，因为第一 Andrew 是外国人，所以他没有什么资产证明在台湾，我们的家教也都没有薪资证明，所以就是都要透过姐夫跟银行贷款这样子。所以我的压力很大，我都吃安眠药，还有那个忧郁症的药。Andrew 承受了很深的压力，他也很内疚，让老婆跟他一起受苦。之前疫情期间没有收入，需要开口借钱那一刻大崩溃大哭，躲到厕所关起来。渔场经营有很多风险无法掌控，鱼池甚至发生过一夜暴毙的惨案，让 Andrew 灰心到很想放弃。直边靠近围墙那边，鱼都浮起来死掉了，全部。这次是我第一次有听到他说想放弃，因为他来台湾的开始就是锦鲤，然后他也经营这么多年了，放弃的话，总觉得他会像一个空壳子，你知道吗？他的东里面的东西就掏空了，就没了。这个今天有抓到？对啊，它很漂亮，我是在煮汤啊，没有捞上来啊。Nikki 是最了解 Andrew 的人，她毫无保留地支持老公的梦想，甚至包容他的一切。门上贴纸下的破洞是 Andrew 失控的记号。这里吗？是这里啊。这是怎么来的？还好啊。就生气啊，吵架他就捶墙、捶门。这个是我错了，对啊，真的我错了。现在不会，因为。她是老婆，所以我可以啊。有时候我就是要让那个气出来啊。Andrew 16岁起就学习独立，他打工赚取生活费。Nikki 则是从小在长辈的呵护下长大，两人尽管成长背景截然不同，却都懂得照顾对方的感受。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还没有当男女朋友，我问他可不可以载我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啊，反正那时候就暧昧。然后他就载我去，跟我拍照的时候，他大概离我两个拳头这么远吧，你就会觉得好像拍照搭个肩什么的很正常，但是他没有，他就是会很尊重女生这样子，然后他的手还放在后面，然后还离很开。就是我知道，就是要对小朋友也是女生，不能太靠近了，我就是有一点不礼貌。Andrew 很重视礼节，他是含蓄的英国男，当年他甚至不敢直接向 Nikki 开口告白。我就是打字问，对啊。Say, can I hold your hand? 这个不是我先吻你，我们可以在一起。没有，你又问说你是，他是问说可不可以牵手，下次见面可不可以牵手这样子。哎，你看他这么嚣张哦，他现在结婚很嚣张，结婚之前啊。他要跟我说能不能在一起的时候，那时候还用 Skype。来台13年的 Andrew 仍然很关心英国的家人，他会让两边的亲人线上相聚得很开心。Does that look like Grandpa? Grandpa, this is you. The face.It'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Legs are a little different. Grandpa's legs is more bigger than dad. 英
国的爸妈本来打算今年暑假来台湾探望他们，没有想到疫情未见趋缓，现在也只能隔空相会。We put a board on the table so we can cover ourselves and the ink. And what about deaths per day? Deaths? The last time I heard on deaths was about 100. About 100 a day? Yeah. 相较台湾，英国疫情严重许多。还好 Andrew 在英国有哥哥帮忙照顾爸妈。Bye. Ta-da. See you. Charlotte almost finished. Time to. Almost finished. Ah, good girl. Eddie, not too much water, please. Andrew 要求 Nikki 每天要为他准备一顿西餐，家里冰箱就为了这一餐有了浓浓的异国风味。里面都是 Andrew 的东西比较多，之前英国爸爸寄过来的墨西哥辣椒口味的番茄酱，我们家都是 sauce， 英国的薄荷酱跟 HP sauce， 这些是我完全不会用啊，我只会吃酱油 ，OK？ 这个是 Andrew 都会吃的西式香肠，早餐肠，很可怜，我都要买打折的，省钱省钱。Nikki 要帮 Andrew 做一个鲑鱼三明治，他边做边诉苦。都是训练我去做他的食物，那我做给他的食物我自己都不会吃。你不爱吃、哦？谢谢啦，谢谢。我不爱吃，也没有那个欲望想去吃。奶油如果你抹很薄很薄，他会说很干。Andrew 常有他自定的标准，他要是和 Nikki 一样随性，那这一家人的生活可能就有点危险喽。糟糕，我有一次倒牛奶给我小孩喝，他们都不喝，然后。后来跟我说那个坏掉了，结果我想啊，天哪！很多次，没有很多次。面包有发霉啊！我说我刚开始咬一下，我看到那个这边就是，哎呦，是绿色的。没有那么夸张。有。今天 Nikki 做的鲑鱼三明治很安全 ，Andrew 可以放心的吃。谢谢老婆。老公不客气。恶心。那个人已经不在了，他走了就走了。就是打开我那一块记忆，我就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我也很惊讶。Nikki 凡事都可以轻松以对，到底是哪一块记忆区间让他溃堤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今天谁来晚餐拜访的是一个住在云林、爸爸养锦鲤、妈妈教英文的台英混血家庭。好啦 ，Charlotte， Olivia， take Charlotte out， please。Let's talk about sports. Question one, okay? What's your favorite sport? How often do you play it? Right. Nikki 是在家开设家教班的英文老师，婚前这份收入让她过得很有余裕。但婚后这份工作却要养一家五口，因为 Andrew 渔场的收入并不稳定。他如果好好当一个老师的话，我们可能每年都可以回英国探亲一次都没问题。问题是教书他不快乐。Pinkie Pie can see a rainbow. Sun and rainbow. Where's the sun? Don't pick your nose. 30. 为了支持 Andrew 的梦想，Nikki 愿意替老公扛起经济重担，这和 Nikki 从小依赖家人的个性是截然不同的。到现在 ，Nikki 家里的晚餐也还是靠姐姐帮忙。要去拿晚餐，去姐姐家拿晚餐，因为通常小朋友下课之后我就要开始忙了，忙小朋友，然后忙上课，所以没有时间煮晚餐。Nikki 的姐姐跟姐夫经营的快餐店就在他家的附近。Olivia 也知道这是他们家的另一个厨房。Olivia， 每天晚上都要来干嘛？拿饭，然后你都会在这里一直聊天，陪我们一直饿死。Nikki 和姐姐两人相差10岁，姐姐从小就照顾她。她从她结婚之前到她结婚，照顾到结婚后，都是我煮给她吃的。因为
羡慕越多人。其实我习惯了，因为就是一种牵挂吧。还有住得近啊，照顾得到。我煮给他吃，他煮给老公吃。对啊，姐姐最吃亏。是的，都要再煮给你吃的。对。对。因为我们家妈妈过世的比较早，所以姐姐就很早就要煮饭给我跟爸爸吃了，很辛苦。姐姐让我十岁了。拜拜。姐姐把 Niki 当女儿看待。妈妈过世，她11岁，啊，我21岁，所以说我就把她当，应该是说当女儿看待了。我跟她说，你如果没有钱，你就说。我有跟他说不要这样硬撑，他如果开口我一定都会帮他。除了姐姐家，这家古老的时钟店跟米糕小摊也是守护 Niki 的堡垒。姨娘，我要来看好料的啊。阿姨的米糕店在土库镇上很受欢迎，阿姨就像 Niki 的另一个妈妈。早年爸妈在庙前摆槟榔摊，生意一忙就把它丢给阿姨。我小孩都会来倒三缸呢，是因为帮忙有东西可以吃。我会帮阿姨排米糕的桶子，排成像金字塔那样子，就是这样子啊。阿姨都会叫我这样排，然后要叠很高，然后阿姨就会把米糕肉像这样子放进去。三哥在煮肉羹，我都来这边找三哥要吃的。幼稚园的时候，老师教那个唐诗啊，课本里面啊，一次就全部记住了啦，记忆力很好。聪明对不对 ？Niki 从小备受家族兄姐的疼爱，但小学3年级的时候 ，Niki 妈妈就生病过世了。尽管阿姨像妈妈一样疼爱她，谈起妈妈 ，Niki 还是忍不住愧啼了。教会啊，爱怎看耐心？我也无去教会，就是因为大家看耐心拢挂红的，我爱挂白。啊，你管得无住我知影。对。那是啊，闽江地方，他走了就走。就是打开我那一块记忆，我就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我也很惊讶。失去妈妈的痛楚仍然藏在 Niki 的记忆深处。也许正因为从小失去母爱， Niki 宁可多宠宠小孩。可能真的是有一份弥补的心态。云林土库镇对 Niki 来说就是一个充满爱与回忆的空间，这间古早的妈祖庙也是 Niki 从小长大的地方。以前爸爸妈妈的店在这边，我发现了一个超酷的事情，就是以前我们店面在这边嘛，然后这里啊都会放一个木头的楼梯下来，然后我们都会爬那个木头上去这里睡觉，竟然还在，好神奇哦！我看照片是小时候，妈妈会让我这边撸螃蟹车，如果要换尿布什么的，就会抱来这边洗屁股换尿布，然后还有那个下面那个板凳会坐在那边拍照，就在这边，这边就是游乐场。Niki 只有在大学时期离开过土库镇，他一直在这里生活。这个小镇有他好多的回忆。过年的时候啊，24小时不打烊，跟我爸轮流顾槟榔店在这边，这很精彩。以前这边全部都是赌博街，都是洗白刀啊。爸爸有时候也会来玩一下下，过年的时候了，又陪他来看，玩快打旋风啊，那个 bingo， 那个咚咚咚咚咚咚咚那一种，超怀念的。这天晚上，镇上妈祖庙前有个画灯笼的活动， Andrew 跟 Niki 还有三个小娃坐满一桌，画起灯笼。你要小胖的，
This one, OK?东方味十足的灯笼画上了西方卡通小小兵跟彩虹小马，就像 Andrew 一家人在云林土库镇上的生活，一点都没有违和感。今天姐姐的儿子跟媳妇还有孙子都回来了，姐姐和姐夫专门烤肉给大家吃。被 Niki 带大的小外甥现在已经当爸爸喽。小时候就是一起生活在一起，然后就是阿姨也是就是照顾我们这样，就是会一起陪我们这样。小时候都是阿姨照顾他，对对对，帮忙照顾，现在我照顾他了。因为妈妈不买玩具给我们，所以玩具都是阿姨买的。对，我出国也会买玩具。现在 Olivia 跟 Eddie 的玩伴多了姐姐的小孙子，怎么变成小矮人喂大矮人？把干贝好了，对对。用爱互相补位，互相帮忙。来自英国的 Andrew 与云林长大的女孩 Niki， 与土库镇上的亲人们用最大的力量为家人付出。我只要在电视上看到什么，或网络上看到什么东西好吃。传给他，你隔天就有得吃。对他太好了。对啊，应该也是一种习惯了嘛。来了来了！谁？谁？我看不到啊。这位神秘嘉宾究竟是谁呢？待会儿你就知道喽。今天谁来晚餐带你拜访的是在云林生活爸爸来自英国的家庭。这一天是来宾到访的日子，英国爸爸当然要端出英国料理来宴客。今天的大菜是英式烤牛肉，要先让外客就是比较脆的，里面差不多了，已经烤了两个小时的牛肉还要再进一次烤炉。 Andrew 趁这个时候慢火熬煮酱汁，肉酱粉，我们烤肉的那个红酒、洋葱，这是也倒进去了。Andrew 非常讲究，牛肉烤熟后可不能马上切哦。他现在还有在烤，所以你要等他那个劲，就是 relax。如果你现在切，就是 juice 都会掉下来，都会掉出来，那个味道不见啊。你要等他的筋就是休息，他现在就是很筋。等它休息，它会比较嫩，嫩吗？嫩，嫩，是一点十五分可以开始切。Andrew 连做菜都如此精准，一点都不马虎。他其实昨晚就先行准备甜点了。这个是妈妈爸爸寄给我们的，因为他们知道我很喜欢这个。台湾应该是卖不到吧？这个果冻要加饼干。可是这个饼干等一下会有一点不见了，但是会洗那个果冻。小时候到现在我很喜欢吃，我现在英国就是很多家庭就是会做这个。现在甜点在冰箱里等待来宾，女主人 Niki 准备做英式布丁。就在 Niki 准备动工时， Andrew 发话了：十二点做啊，英式布丁要做好几次哎，半个小时啊，所以大概是11点半，大概要做三四次，哎，11点半太晚了。没有，你的就那么早做，我的就要那么晚做。好，我全部给你做。那都已经快做好了。这下子气氛有点紧张，还好姐姐跟姐夫来了。姐姐做没几分钟就忍不住帮起忙来。哎，好了好了，改善还没。可以的，可以的。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姐姐毕竟是资深料理人，回答得干脆又果断。这时候 Niki 做的英式布丁也差不多可以出炉了。很像云朵，对不对？ Eddie 看到喜欢的点心，开心的又笑又跳。这一桌满满英国风味的料理，到底谁吃得到呢？我觉得是蔡阿嘎，因为他老婆的娘家在北港，离这里很近。馆长可能哦，曾国城，有力，到底谁会来呢？
Eddie 跟 Charlotte 双宝也超开心的，一起期待哦。来了吗？来了吗？有吗？今天登门拜访的是台韩混血歌手毕书尽，出道以来累积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现在他和 Andrew 一样都成了台湾女婿。我听了老公的原本的国家是从英国来，然后老婆又是台湾人，跟我相当的接近这个台湾女婿这个身份，所以又很好奇他的老公的生活或是整个家庭的生活是怎么样。来，哥哥，你好，谢谢你来。这个是 Nikki， 我老婆。你好，我是 Nikki。是 Andrew。毕书尽的到来，加上满席英国风的料理，家里顿时有一种过节般的喜悦。Nikki 帮着偶像装盘 ，Andrew 则负责介绍菜色。毕，今天我们吃英国礼拜六的午餐。所以我们有英式烤牛肉、纽卡斯布丁，有约克夏布丁。对，这个是咸的，不是甜的。烤马铃薯，耶、很丰盛。谢谢，谢谢，请用，请用。毕书尽在门口就注意到了 ，Eddie 跟 Charlotte 是双胞胎。生双胞胎会很辛苦，就是。我们可以送给你好不好？不要，不是不是，很辛苦，我们送给你好不好？生孩子。Andrew 展现了他特有的风趣，毕书尽的大粉丝 Nikki 则对毕的近况甚为关心。毕好像也当爸爸了，对不对？对对，是啊，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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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朋友一岁了吗？对，一岁，一岁了。哇，可是真的很幸运，双胞胎。我们后来怀孕才知道家里有基因，对不对？两个都有。是我们的外公是龙凤胎。一边聊着家庭话题，毕书尽对眼前的料理也很认真的品尝。好吃，谢谢谢谢，不用客气了，真的真的好吃。毕平常吃辣吗？吃蛮辣的，吃很辣。嗯，韩国人喜欢辣的、啊。对，台韩混血的毕书尽，妈妈是韩国人，爸爸是台湾人。爸爸长期在中国从事演艺事业的相关工作，毕书尽则是从小在韩国的京畿道长大。毕，你在西元几年来台湾的？2007年还是2008年？你几年？跟我一样，差不多时间。你2008年？对啊，对，我有听说，还蛮年轻来的哦。对，我17、18岁的人。哇，对，2728，跟 B 差不多，差不多的。对对对，差不多。不要说，我懂我懂，不要说。没有，我28岁来了。哦，所以差不多。看起来也很年轻啊。没有，我变老了。不是21岁吗 ？No。Yeah, good girl。Olivia 立刻吐槽爸爸。他之前去帮我卖生日蛋糕，大概2年前吧。嗯，那个他陪妈妈去。他跟他说，39岁。他说不是，爸爸是21岁。2008年，毕书尽经爸爸朋友的介绍来台闯荡歌唱事业。Nikki 很好奇，毕书尽刚来的时候懂不懂中文啊？他大概3年，因为他没有去学，他就是听，然后我就是听朋友，对，跟我一样，跟我一样，没有去学，对不对？我以为你需要去学中文，我没有特别去，但是公司有一个安排，一个算是同事，但是就是可以当老师这样子，因为我一来就是签合约，就是要跟老板合作了，对对，就是要当歌手，因为最主要是语言不通。所以就语言是不是对不对？语言不通，他语言不通很。所以就我就要每一天看看脸色、看眼神。他也很会察言观色，是不是？你也很会观察，观察一定要了。对，一定会看人家的那个。真的，每天察言观色的日子很难熬，加上有很多基本的训练课程。毕书尽曾经打过一次退堂鼓，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就觉得，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出道，什么时候可以唱我想唱的歌。有一度想放弃过，
刚来其实签合约，然后要开始训练，其实一开始妈妈不知道我的情况，只有爸爸知道。对。哦。毕淑静的太太也是台湾人 ，Nikki 想知道她和老婆之间是怎么相处的呢？因为像我们就是很多观念的，像老婆，老婆就会比较相对的贴心一点说，因为我爸爸妈妈不在旁边，她就会不会嘴巴讲，但是就是以心里觉得想要给老公一个比较好的立场什么的，对，她就会这样。因为亲人不在身边，对，他会比较体谅你，对，然后刚好就对，丈母娘，对，丈夫都是对我很好，对，岳父岳母，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毕淑静和 Andrew 一样，在台湾都受到了很好的照顾 ，Nikki 很关心毕淑静有没有情绪上的低潮。他因为就是离乡背景跟工作压力，他有时候会有很低潮的时候，所以我想要知道你是怎么处理你的低潮期的？比较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就对以那种不知道怎么，你会把自己关起来吗？我都平常都是关起来。他低潮期就会关起来，可能三四天不出房门这样，然后东西都要送进去给他吃。就是像我自己处理好了，但是他不懂，他像是不对，他像你不可以在里面，没什么用。我有时候会关起来，只是我还是需要那种走一走，不管是去公园也好，就走一圈，对，这样。但是当他那个时候，我会很想把他拉出来，但是他没办法。可是有时候我觉得沉淀，自己沉淀是需要，对。然后其实，那个时候不管是什么样的关心，都是其实对我们来说是负担。对对。因为像我，毕淑静了解 Andrew 想独处的心情，聊起压力的话题，从韩国来的毕淑静想起了一段韩国人民共有的经验。我小时候其实也是有经过 IMF， 就是国家破产那个年代，对。也有经过，大家都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种就是把腰带绑紧，就节省，哦，然后就那种精神开始，那个年代开始有，所以就很多三 C 产品啊，或者是一些演艺圈啊什么的，就是更精正、更激烈，他们就是要 best， 对，看韩国的演艺圈就好，就是每个礼拜第一名换。深夜潮的问题逼得韩国人挤破头努力求好，竞争的压力连学生都躲不了，学校下课留下来吃晚餐时间再补习，在学校自己到可能是七八点八点，然后直接马上去，就从学校门口就接你去补习班，补习班读到十一点十二点。好累哦。我没有，我都是翘课啊什么的。他也是。景气冲击的话题让 Andrew 回想起他英国家的一段遭遇。1992年那个没什么工作两年啊，不能付开贷款啊，所以那个银行啊那个房子拿走啊，所以我们要去租房子啊。大概真的跟我很像，我高中的时候也是家里那个政府来贴红贴纸，家里每一个像冰箱家具，是啊，然后画上面也会贴，这很严重哎。对对对，就是有看过韩剧里面的那个三温暖吗？他们可以收纳，对，可以睡一晚，在里面可以在里面睡一晚，是啊，呀，哇，那个时候就我们常常跟弟弟去那边睡。没想到韩剧里无家可归的剧情也发生在毕淑静身上，而 Andrew 家也差点遇到了同样的危机。我们快遇到那个妈妈爸爸要睡上那个 hostel 哦，青年旅馆那种。那个小孩要去，就是那个 like a temporary home。我就那个时候年纪小，就觉得对在韩国生活的未来的那种不安。大概高二的时候就跟妈妈说我要休学，直接不读，就。
说去爸爸那边帮忙，然后帮忙赚钱，然后家帮助一些家里的压力这样，然后就决定离开韩国，然后就直接去找爸爸。最后找就是看到爸爸之前的前一个工作是打工在鹅肉火锅店的服务生，到那个时候都中文没有很流，字当然就很多东西看不懂，每一天上班都很紧张，就是很注意听人家点什么。毕淑静当年才19岁，尝尽苦头后让她更懂得学会珍惜，然后就又见到朋友，然后又运气这样，就他那个朋友就带我来台湾，然后就去很多家经纪公司面试，就去唱，就那个时候开始就真的把家庭看得比较重，家人为主的那种，对，想要顾。对对对，没错。聊到这里 ，Andrew 端出了令人疗愈的甜点，这个是不是桑葚？草莓果冻。草莓果冻，卡斯达，还有这个上面是什么酱 ？Dream topping。Dream topping。Like a cream。But not too sweet。很香。应该不会太甜的。可以吗？还 OK 吗？还是水。好吃。我觉得像冰淇淋吃应该很好吃。有点像冰淇淋的感觉。对。暖洋洋的气氛里。Olivia 被爸爸怂恿跟毕淑静唱首歌，没想到平常到哪里都很自在的 Olivia 现在竟然害羞了起来。真的害羞吗？你知道几个女生想跟你一起唱歌吗？差不多全台湾的女生都没你，都没有那么多都没你的天。为了鼓励 Olivia，毕淑静开始轻轻地哼唱，终于 Olivia 也鼓足勇气唱歌喽。这个 idol 的笑容都为你的甜白，中午的阳光都为你耀眼，来一杯零五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蒸馏水。你为什么唱得那么水？用 IG 了吗？没有，我们可以开，我们帮他开，今天帮他开，开始经营，一定要了，我们今天开，因为别说一样。看来 Andrew 一家人实在舍不得毕淑静离开他们家，毕淑静干脆在 Andrew 家的冰箱上签上他的名字，留下他的祝福。감사합니다，谢谢。然后항상행복하세요，要一直幸福，一直幸福。啊 ，Thank you， 谢谢 ，Love you。不会不会，谢谢谢谢谢谢，我的荣幸。他刚刚说就是很少听流行歌，对，但是我就是可以当他的流行歌这样，我也其实很荣幸。我是觉得跟 Andrew 一些成长的过程，遇到的事情，然后刚好也来这边相当接近的年份，对，所以就还蛮有缘的。Olivia 也是，对，就觉得还蛮有才艺的，经营一下 IG 啊，或者是唱歌、网唱歌、艺术方面这样。我第一眼看到 B 的时候就兴奋加尖叫。我知道 B 之前有经历过比较不好的时候，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家庭有遭受过这么大的低潮这样子，所以我很惊讶他在那时候年纪那么轻。可以这么坚强的一个人，就是离家背景，所以我觉得他很厉害，很坚强。我想他的个性真的跟我一模一样，还有他的生活也是，我们都就是来台湾时候遇到一样的问题啊，我跟他聊天就是跟好朋友一样，真的很开心。下次我想，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跟毕叔叔一起跳舞唱歌。然后英文是 Dave 的曲。OK。谢谢。这是我们第一次加入。明天真的会不一样。太阳天。我家小孩都谢谢。全校的多变。
长大后忙得没有时间，这个很像我在还臭脸，哈哈哈哈哈。之间爱和怨，可怕的神，我爱自我几个感情，我只够的。还应该一家都对我很好，真的非常好。他说要你别再揪，对对。一年一年是一个人过来这样真辛苦。为自己点燃在孤单时分，还微笑的说要去爱，却趁现在。